赚点钱有感应，就把自己赚到的钱然后先奉献给神明，然后奉献给神明祈求就是保佑大家继续就是赚。来路不明的 deck 金千万不要乱。为什么？桥上面那一叠金其实是在，其实是给那个好兄弟、欸。真正比较保险的就是你在他神教助驾的时候，欸、他起来那一刻，妙、欸、方发出去的。大家都在想说呢，我被爹妈做出门哦，我们在被穿上，我们在被准备些物件哦。我们的妈祖攻略又来了，大甲妈祖绕境哈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咱菜刀贵嘛，赶快过来当啊。超过十年。哦呦，超过十年。高中升大学那个阶段。哎呦。很早呢，大甲妈到底有哪些热闹的看点，必须去的地方？不要讲那个什么大甲溪脚看烟火，基罗那个吃米糕，然后或者是地下道哦，你不要讲这些哦。不要讲这些训练。对，真的，你讲那个训练。配得起，但刚刚的广行跟你讲。对、欸。大家知道，他前面其实从大甲开始到彰化，甚至到溪罗这一段，都是非常人挤人的时候。哦，对哦，人盖贼。那你看妈祖可能只能远远看到他在那边。对，就一点叫阵，慢慢的、哦。非常难亲近的，因为人真的是太多，太热情。有、哦、啊，那我们过西罗出福星宫之后，哦，开始会进入一段田野，哦，这时候人比较少了，阿妈祖的神教甚至可以在你旁边而已。哎呦，你那时候就没什么人，干了从九班归爷爷朗迪安。哦，这个时候是你离妈祖最近的时候。如果你想要跟妈祖求什么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妈祖最能够听到你的心声的时候。回程的话，大概就是在田尾北斗那一段，那一段风光明媚。到处都是田园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妈祖教走那种田野小路，田野中就是妈祖神教，然后后面带着一批人，啊，真正水乡那种，哎，真正水。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摄影师都躲在那个田里面，哦、然后在那边取那个拍照，历史性的一刻。对，再来，我们从文德宫过去之后，要到花坛，然后要进入彰化市那一段，真的是兵家必争哦，甚至警察局会事先开会，嗯，把他这些公庙人都叫过来，哎，安排。所有的接驾人员过了这里之后，就要赶快换下一批人，欸，不然会有问题。先分配好的对吧？先分配好路段哦。啊，你这间庙就只能这一根电线杆到这一根电线杆，用电线杆来计算的，欸，类似很严格。哎呦喂啊，就是到花坛要进到彰化市的那一段。所以你中华那段算是光桥的这个接力赛的对吧？接力赛，一根接一根一直接嘞。再来就是我们进到彰化市。我们要睡觉，哎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嘛，我们在睡觉都是席地而睡，哎，对，哦，缩在骑楼上面的困，哦，一个最特别的点在于他们的市议会，哦，市议会在那一天外面那个小空地那个公园，满满的都是帐篷。变成露营就对了，瞬间变成一个露营区，就一年一度的大甲妈露营大会這樣，对对对，在那边满满的帐篷，啊，衣服跟有迄个沐浴车啊，点心站嘛，哦，啊，全部困在遐呢，啊，又离南瑶宫很近。当他去南瑶宫住驾之后，啊，大家就跟起来搭帐篷，回程去迄个彰化天后宫，对，所以去回程彰化县议会就是一个重点的露营点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大型露营区。你走的这十几年当中，哦，你的经验有什么东西是必备的？一般来讲，上重要的换洗衣物嘛。对的哦。一般其实我们行李以尽量轻便为主，嗯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带个两套。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自助洗衣店，哎，或者是你有时间自己洗，有的人是会宅急便寄回家，或者是在过程中买新的。再来就是睡袋、睡垫，嗯哼，有铝箔的那一种。哦，比较防寒的啦，然后保暖的那一种，对对对，不然有时候。纸板啊，什么那个睡久还是会凉，还是对啊。那讲到这个，我们也是要顺便提醒大家啦，如果带帐篷的哈，你在露营的时候呢，拜托点个卡修牛起来，好不好？你那个什么县议会啦、公园啦、停车场，你俩草地也当打，你有去一边哦啊，点个卡，然后几挂无帐篷的，可以啦，尽量把室内留给没有帐篷。对，因为我看到很多论坛，大家都或者是群组，大家都在讨论啊，说你得有帐篷啊，你又敢困在顶啊卡矮卡，或者是困在那个室内的空间，对 对, 对, 对，啊，你不塞那些扎些帐篷啊，哎呀哎呀，哎，那个就把空间开放给大家嘛，对不？哎，卖两鸡，好不好？对呀，啊，再来就是也呼吁不要妨碍到人家店家做生意啊，
在这十几年当中，你有提过一挂较特殊的纪念品吗？哦，几包的呢？哦，讲解啊，哦，这现在金包拢绝版了啦，吼，绝版了啦，这拢是古年啊，顶几年哦，较早的。咱第一届咱好友对出去。哦，欸，这是胸章哦，这就是也起码大头照的头像吧，对不？当然自己设计自己做会是比较特别。再来就是像每年大家也都会去抢哦，这很热门的奶嘴，哎，啊，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拿的哦哦。据说有的要需要拿奶嘴去换，哎，或者是要拿妈妈手册去换啊，证明说你有劲啊，哎，证明不是咱不是欧贝特。去年我们在路上有拿到这个很可爱，刚刚说被拆下来的五指山，五指山。这是古意他们做的哦，古意他们每年闹境他也都会出境七张，啊，再来就是，其实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个 LED 哦，对，欸，路上很多人真的发射这种光条啦，然后这种发光物啊，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募资，哦，然后希望说大家在路上有个发亮的东西，比较不会减少说被车子撞到的机会。啊，再来就是，这嘛不是一般人可以丢哦。欸，五大团自己做的，欸，限量的，自己做的限量节缘品。哦，然后拢放咧将军啦，咪咧边啊，迄种。嘿，迄个有缘分，伊才会提予你。哦，伊是迄个将军团的。中义团的这个天顺将军啦，这嘛是一个机缘去提到。哦呦呀，这是一般人真的拿不到，就不一样，拿不到。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下，哎，你讲，来路不明的队友，跟千万不要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曾经就是亲眼看到人去提了。酒定，桥上面那一叠金其实是在，其实是给那个好兄弟的，路上好兄弟，或者是路上撒的那一些，就是给路上的好兄弟。这个我来补充一下，咱台湾民间的习俗当中呢，吼，七月时啊，会放咧桥头桥尾，哦，有一个金砖，迄是甲好兄弟的这算买路财的，对吧啦？哎，买路财，对，要给迄个过路的这些好兄弟的用的安尼，嘿，你千万不能看到金砖就摕呢。哎，嘛，不过人凊彩摕，你就摕，他有可能是捡路边的人啊，对，然后在那边给大班发给你。不过真的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吼，银砖银砖吼爱分啦吼，你不要看到哎是抓了天呢。对，真正比较保险的就是你在他神教住驾的时候，他起来那一刻，庙方发出去的那个是比较保证是真的对的。哦，但那个时候应该抢成一团，抢成一团也是难抢。哎，不过哪里贴的对的金币安那处理？一般先备着。哦，备着。你可以不时之需。哎对。因为我有小朋友啦。哎。啊，定定小朋友暗时妈妈吼，啊那。唔知惊到是安怎，伊那么是特别一条得叫金老火车一个，讲啊，阮囡仔唔知安怎，各种惊到，啊，祈求咱妈祖婆来甲扶持一下。嗯哼，哎，啊，小孩子唔是，还是尽量不要让他喝苦水啊。啊，对，我们就是化掉个，化化的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这样就好了。阮较早在谈故事的时候，那一次做特辑，阮找夏雨欣，阿刚阮的主持人姚纯耀，哦，这回来去惊大家骂安尼，那个时候阮就摕到迄个。一支的迄个地油金嘛呢，哦，人红团的这个请主荷兰的出外景回来，就是先把档案啊、影片整理整理嘛，准备要剪接嘛，让剪接师剪接嘛呢。结果就有一个记忆卡，怎么样都读不到，那个记忆卡读不到，哎，卡掉，哎，记忆卡卡掉，卡掉。这时候我就突发奇想，啊，不然那样，拄好咱去地地油金，无先戴一顶好看卖好啊，这样。半个小时后，计划告诉我说读到档案了，想袂到连妈祖婆连记忆卡买上修理啊。那今天我们呢也让蔡道贵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些呢好特别的东西啦齁，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走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去观察齁，咱大家嘛这个行程当中齁一些不同的风光啊，对啦。